么欢迎大家来到快乐大本营和快手短视频 APP 为您联合带来的音乐板块，不要说好。那这个环节呢，是我们把非常熟悉的我们的一些文字啊，博客写的一些微信，甚至是比如说吐槽朋友的一些开玩笑的话，都有可能写成歌。那么在这里呢，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关注快手短视频上面的这个音乐人的这个板块，快手音乐人。那么上传你的原创音乐，你的作品就有机会被你喜欢的明星唱出来，你谱曲大咖唱，下手热门等你来创。因为呢，前锋的妈妈呢，那就肩周炎犯了，所以她现在在那个吃药治疗，所以本来是想四位妈妈都来到节目当中的。哎、祝妈妈早日恢复健康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今天妈妈们其实是我们最重要的评审。是的，因为她们不是组成了一个新晋的女子团体，叫马兰开花。这个团队呢在磨合期，所以需要一个团队建设。那团队建设呢，希望有一些正式系的拉歌。所以我们就从对面的几位当中选择了一些歌单。这个演唱者呢，唱出来的时候，如果吸引到更多的妈妈们，还有一位爸爸啊，能够加入到这个团建当中来。这一位朋友就是冠军，就是适合这个团队的一个教官跟领导。哎，我们要不要了解一下妈妈们的那对于歌曲的要求是什么？哦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五一妈妈，你是能歌善舞的。我喜欢什么类型的音乐？你喜欢什么类型的？我喜欢比较时尚一点的。哦，简单的说就是五一的歌。海乔的妈妈呢？我喜欢慢一点的，抒情的，抒情的慢的，有爱的。海乔妈妈也很会唱歌的。哦，啊，那时候看上海乔爸爸的时候，就是两个人经常互诉衷肠，用那个歌声来表达。海乔妈妈，你经常给海乔爸爸唱的歌是什么歌？我们一起出去吃饭，经常唱的是什么？女人花。女人花，哇，这个有寓意，男人赚钱，女人花嘛。嗯东大爷，东大爷喜欢东东的歌，东东唱的歌比较那个抒情一点的，也喜欢抒情歌。我妈妈是不分曲目都能跳，广谱，广谱不挑，是不是？妈妈，你最喜欢听谁的歌跳舞啊？哎，我就挺喜欢听那个快乐家族的，就是你懂的。你等等，快乐家族的歌是最好听的歌。是的啦，谢谢妈妈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歌单，好吧？好的。这么多歌单里面，我们首先请武艺的妈妈吧。哎，我选一个我好朋友唱的一个歌。嗯。我选我的好朋友任静和付笛声唱那首《众人划桨开大船》，可以吧？不行不行，这个歌我选了。你选了？五一妈，这首歌里面好像没有任静。那你刚才说时尚的啦？时尚的，时尚的。付笛声唱的，付笛声唱的。只有付笛声老师。妈妈的意思主要是指出她和任静和付笛声是朋友。说好朋友。哦，你选了啊？你选时尚的，这个《自由房间》是我选的。妈妈好，记得流程呢。那我再选一下，《世界需要热心肠》，这个太老了，不时尚，太老了，有点年代感了。那我还选一首看看卡路里最时尚最新的歌。好好，那我就看卡路里吧。确定吗？卡路里，对对对。还是都 OK 是吧？因为怕选一首，我妈又选了。先看一下导演的意思。这首歌看能不能赢得最多妈妈的这个青睐，来伴舞啊！准备。有请竞演嘉宾，不要说唱。这谁呀？来秀我的卡路里！来秀我的卡路里！哎，投起来！别这样，太方便了。哎，投起来，投起来，让我一起燃烧卡路里。扭起来，阿姨！阿姨，扭起来，方便面，拜拜，不要！阿姨，收起，甜甜圈，方便面，烤牛肉，不要，不要，都不要！哎，终于，终于，终于一个，终于，终于，终于一个！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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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熬夜伤身体！扭起来。
碗人面。海涛，你回头谢谢这四个妈妈，真的，真的，你把五一妈妈吓得，你让我要变成碗人面，五一妈妈的亮相，我要变成碗人面，碗人面。哎，海涛，我虽然跟着你跳，支持你这首歌，那你要做不做得到？要减肥哎。我。阿姨，我一定会燃烧我的卡路里啊！对对对，你要跟着五一，我叫你们一定要保持好的身材，健康的身材。我以后也一定那个，就是保持身材，像五一一样，一起在床上吃饭。其实还有两个妈妈是想跳的，但是我被我拦住了。我就抓周姨，我就手都牵起来了。我说周姨，一起燃烧卡路里。好，祝海涛四个妈妈的支持。那接着是海乔的妈妈，海乔妈妈来看一下歌单。只有那个为爱痴狂有爱，我喜欢。爱情歌曲。这个爱字。哇。为爱痴狂。我选为爱痴狂。好眼光，妈妈。好，我们来看看为爱痴狂。有请竞演嘉宾，不要说唱。说过那样的爱我，像我这样为爱痴狂，想你的人会怎么想，想要问我你敢不敢，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，像我这样为爱痴狂。谢谢妈妈们，我爱你们。乔恩，乔恩，你非常好厉害，你挑了四个根本不会拒绝你的妈妈。谢谢妈妈们。而且你知道乔恩最有意思的是，你把海乔妈妈拉出来，妈妈以为你要跟她共跳一段，结果你就甩开了她去拉别的妈妈。而且她还把话筒挪下来说，待着啊。想要问问你敢不敢？谁要海乔妈妈在旁边待着？是的，我刚刚真的海乔妈妈，谢谢你，因为就是你点了我的歌，然后我之前几年前也有见过你，对，很高兴又再次见到你。你好。刚刚不好意思要你在旁边待着，因为我就想还得抢另外四个妈妈，三个妈妈。对，因为我这首歌比较慢一点，我怕没办法带出气氛来。但我发现一个问题啊，我不知道能不能讲。就是妈妈们的动作是一样的，燃烧我的卡路，你想要问问你敢不敢？不要不要，我不要。像我这样为爱痴狂，一个动作唱全场，想要问问你燃烧我的卡路里。而且你知道吗？歌词就下歌的时候好紧张，你们都在乱叫，根本就听不到歌曲一开始的 cue。那你唱的是对的呀，没问题。是吧？因为我当下只想去拉妈妈。什么都没有，我就觉得就你这最麻烦了，因为一拉吧就看不到词儿。接下来是东大姨，东大姨看一下。我想看看老妈去哪里。好，下面哪首东大姨，老妈去哪儿是不是？对。哇，东大姨的选择。有请竞演嘉宾，不要说唱。老妈，老妈，我们去哪里呀？有我在就天不怕地不怕。老妈，老妈，我你是我的大叔，一生陪你看日出。我的老妈是个神话，跳起舞来绝代芳华，就算有天掉光了牙，广场有你也火辣了。老妈，好吃吗？狮子手一挥，珍贵。十个妈妈，十个妈妈在这样一首跑调的歌里面跳得好开心。为什么？而且光是唱，她唱"老妈"两个字都要破音。哎呦，
而且大家一度认为不是《老爸去哪儿》这首歌，结果真的就是。因为那个拍戏准备嗓子哑了，所以唱不上去。阿姨们真的太不容易，找不中那个点儿，老妈的，他前面第一个阿姨卡不进去，你知道吧？找不到。问一下马儿妈，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首歌曲下来跳？这个歌原歌是《爸爸去哪儿》吗？现在是让老妈去哪儿，我们就感到很温馨，就觉得孩子们会想着我们。哦，懂了，真的用那个站在老妈的角度上唱了一首歌，对吧？难怪那位爸爸没出来。妈妈，哎，你看一下歌单，你选择哪个？真人法剪开大拳。妈妈，你为什么喜欢众人法剪开大拳？就是人多力量大，你们是不是要搞团结不？就是要力量大。好吧，那我就好好为大家演唱一下吧。有请竞演嘉宾，不要说唱。哎，对，我们出来一个。一只猪好哟，一只猪好哟。嗨嗨好，来猪好呀，百里森林哟，嘿，并肩奶水寒，奶水寒。妈妈们好想在你这首歌当中跳出一些味道，但是你都使不上去。好，九个人，谢谢，很棒，谢谢，非常开心。网友唐叔叔是第一个冲上来的，唐叔叔是这样出来的，对，刚王叔叔，而且穿的是青花瓷那种，真的非常好看，好看。厉害！哎，到目前为止冠军是杜江。哎，叔叔来一个，叔叔你刚冲的最猛，叔叔你来，叔叔想要一首《青花瓷》没有？这个地方好吧，我点一个《奔跑吧》。奔没有吧？没有吧？好，奔跑。有请竞演嘉宾，不要说唱。叔叔阿姨们，可不可以跟我一起来？叔叔阿姨们，可不可以跟我一起来？随风奔跑，自由是方向，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，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，即使再小的帆也扬远航，随风飞翔，有梦做翅膀，敢爱敢恨勇敢闯一闯，哪怕遇见再大的险，也会有微笑的目光。耶！哇！第三个，张翰刚才是 Come on， 然后直接往前冲。叔叔阿姨们 ，Come on， 跟我一起来！太突然了。刚刚我看到那种同一首歌那种下台互动那种，哎，阿姨们。他刚刚坐在这边就说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我说等一下你就冲过去一跳，我看到人就拉。如果你说张翰是跑出去的，我不答应，他是发射出去的。究竟是为什么我们的王阿姨、马儿妈为什么你没有起来？阿姨，那个阿姨您，张翰，我真的对不起你，我跳累了。阿姨跳累了是吧？好，厉害！那张翰，你先别回来，因为你是冠军，所以你将拥有妈妈们给你准备的一个独家福利。哇！只有他有。好，你站到中间好不好？哇！不要送你99朵玫瑰花，我没去新买。
妈妈。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感到这么幸福，最幸福的时候，我的天哪！哇！谢谢谢谢谢。好，那么因为张翰吸引了13位阿姨的支持，所以呢，最后本轮能够积分的就是黄队，祝贺黄队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其实请来了很多这个《勇敢的世界》这个节目当中的朋友。其实这个节目讲的是团结，然后大家配合一起去完成一个目标。所以呢，今天他们也准备了一首歌曲，在《不要说唱》当中来送给大家。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《落地成团》，欢迎他们。勇者征途开启，从不畏惧怕风雨突然来袭，信任是放心，托付全力以赴 fighting， 我勇往直不，我准备就绪，现在就勇者计划开启，看谁有勇气全力绝地反击，信任是放心，托付全力以赴 ready， 挑战要默契，我永无止境，勇敢的世界永远没有尽头，未来的路携手一直向前走，枪手这更头讲好我就守，披荆斩棘我一路为你护航，团结友爱是心中不变信仰，这个该医疗保你准备好，心却瞄准目标，我们会拿下终极荣耀，只勇者征途开启，从不畏惧暴风雨突然来袭，信任是放心，托付全力以赴 fighting， 我永不止步，我准备就绪，在勇敢世界仰望，所有困难都统统自投罗网，信任是放心，托付全力以赴 fighting， 我永不止步，我准备就绪，只在这勇敢世界闪亮，没有谁能够与我旗鼓相当，信任是放心，托付全力以赴 ready， 团结要默契，我永无止境，谢谢谢谢勇敢的世界，也谢谢妈妈们，谢谢叔叔，非常棒。好，来跟这个合个影，继续支持在芒果 TV 的勇敢的世界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